一秒五百许。咱把火来把炼金打野玩一下，奖励一把队友。我听到打到 F6 再抢他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是时候了，摇摇晃摇，都是我的，他不要了。直接裂开了，我们三组野，他零组野。我听到你了，我们移速比他快，有鞋子。别闪了，正在路上，他伤还给了我，又不亏，刷了个 F7， 这螳螂不来了。问题，妈的，他出影魔刀了，我操！我说怎么打他伤害不对呢？这裸影魔刀的螳螂我还是头一回见。五个头了。这把升级有点慢了，前面少刷了他这个 F60 轮，对他来讲应该11级了。不想加入他们吗？
还是得找点面具，这面具一出伤害爆炸高。里面还是刷的少，正在路上，这个烟走了，不用管他们。他打我好痛啊，哇，这一个大招多少血，1700，夸张，我感觉出个法装有点顶不住，不应该先买的，把魔抗买了，还是得能顶得住才可以。但是我这么出卡装备了，然后买魔抗让我两个装备都网合了。正在路上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我都想来个帽子了，自然之力魔抗，这个小法出装也挺夸张的。这帽子钱还差一点，正在路上。这书满了，
时候。一秒五百血，这炼金的毒烫到就滚两秒还是三秒？下了下了，光能下班。